梁咏琪呢日去到电台宣传新歌，最开心嘅应该系等咗好耐嘅歌迷啦。不过原来女女都好中意妈咪首新歌、哦。其实佢听咗好多次咧，佢记得个音嘅，即系个旋律，但系歌词咧又一嚟唔明得晒啦，咁可能佢又唔会话跟住唱咯。咁佢会用自己嘅，佢会唱英文落去咯，佢自己填啲英文词落去我首歌嗰度咯。因为佢而家有时咧好中意唱歌嘅，佢好中意用说唱嘅方式咧去将佢而家做紧嘅嘢形容出嚟啦，唱出嚟啦，或者佢想同我讲嘢会唱出嚟咯。咁有冇机会两母女可以嚟个合唱呢？我想他现在还小个，咁又未识睇字住。如果真系呢个时候入录音室就好嘥时间，因为我想他未 ready， 即系可能要等他大多3-4年咯。另外，韩星宋仲基同宋慧乔啱啱宣布离婚 ，Gigi 听到呢个消息都觉得好震撼啊！好可惜咯，系。但系我觉得作为即系局外人，只能够尊重他哋啦，俾啲空间佢哋。咁其实宋仲基个声明都讲得即係好啱嘅，有時兩個人私下嘅事係好難，即係係無法去告知大家發生乜嘢事嘅。咁我覺得大家就盡量俾空間佢哋去一齊走過呢一步咯。